古奇善改流行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来日方长嘛。不过太子殿下因为此事就觉得愧对于我，其实我也不吃亏。哎，那今天这桌酒席就当是太子殿下你请喽。快坐吧，我今日还为殿下安排了一场好戏。人呢？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小的来晚了，请太子。任大人恕罪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来得正好。我本来想跟你把酒言欢的，这不是怕你尴尬吗？贴心啊。今天两位想听点什么？随意。啊。哎，我听说最近有一个话本特别的火，叫什么《绝色水匪任安乐》，三万水师求太子，有吗？哦。这个本子实在是太火。啊，小的托人买了好久都没买到。这个，要不今天我给二位讲一个安宁将军镇守边疆定西北的故事。好曲，胡春熙正说今日太子称病，并未上朝，想来是已经去了江南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。侯爷，那我们无妨，我已安排好一切，且由他去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在江南掀起什么风浪。简嵩，你们多的马能不能借我一匹啊？没有，不能。睁眼说瞎话，那不是有吗？哎，你这人，前两天咱们两个还一起喝酒比武呢，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？比武是比武，两回事。去。他们应该行进至此处了。这一路上，任安乐与海野朝夕相处。大人在担心什么？